给孩子们准备的活动，3月23号到24号，星河幻想中原奇妙游亲子文博类节目呢，全国巡回导演的试镜会将会在郑州、乌鲁木齐、新乡等地展开。各地小朋友们的参与热情非常的高涨，那纷纷展示自己的这个绝活和才艺，每一次登台都是一次成长跟蜕变。每个闪光的孩子呢，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舞台。少年应有鸿鹄之志，当骑骏马踏平川。视频里的新疆野马战队啊，更是新疆品牌的 IP。那在宽敞的马厩里，经过精心的准备，他们即将与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、小队友们共赴河南参与节目的拍摄。这个五一，期待我们共同记录孩子们的精彩瞬间，呈现一场文化盛宴。星河幻想中原奇妙游亲子文博类节目演员持续招募中，哎，这个重点来了哦，让我们拭目以待，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。阳光洒在宽敞的马厩里，新疆野马战队的孩子们穿着运动服，戴着头盔，兴奋地围着马术教练。经过精心的准备，他们即将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共赴河南，参加大型亲子文博类节目《星河幻想中原奇妙游》，在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开封清明上河园进行录制。行走河南，读懂中国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走向祖国的大江大河，人文历史是作为华夏儿女最好的文化体验。和星河幻想一起探历史，寻宝藏。唐小妹化身 NPC， 带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中原奇妙游剧本，去看藏在博物馆里的显眼包，去感受历史卷轴神秘气息。河南广电唐宫文创科技集团倾力打造大型亲子文博类节目《星河幻想中原奇妙游》，只为最好的深度文化体验。河南卫视全网宣发，品牌冠名明星战队，数千万粉丝期待遇见全国的小朋友。这个五一，小朋友们跟随国宝梦回唐宋，目睹那个时代的繁华与风貌，遇见人文墨客、工匠艺人，带孩子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唐宋文化，寻迹尘封在历史中的故事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，在热爱中感知，在传承中培根铸魂。这个五一，期待我们共同记录孩子的精彩瞬间，呈现一场文化传承的盛宴。